我原本快要被来大庆哥说吗？委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赖副总统说？要进去监督他一声吗？兄弟，骨灰喜相逢啊！金雕国会来交锋，愿君登高临望远，为民开和平之光。我信赖他的智慧，但依然强力监督。所以一生监督你一个走不去，这个伞特别定做，今天要就是还是这是阴晴两用伞啊，未雨绸缪，没烦恼。为什么是9月5号？因为那一年是9月5号是他到行政院当院长的日子，所以这把伞从那时候保存到现在。没有错，是长达6年的爱情吗？一直期待的今天，爱情是不是稍后再连返？我已经后面呢、啊，还会有很多年。好，谢谢委员。